傳統比較易翻嚟咧，就係 boom boom 兩側嘅移動下方。但係其實而家咧，你由下到上方嘅動作咧，係可以甚至咧食埋整個人個身位嘅。假設你而家咁樣 mark， 我可以 boom 食曬。咁我哋再讲 swing 入面嘅变化。swing 咧，我哋一般可以分三点：左、中、右，得唔得？同埋上下，即系六点。左、中、右，得唔得？你可以將它連成為一個個人的假動作。當你這樣 mark 我的時候，啱啱我是向右，啱啱你而家咪咁，我哋一向右可以翻嚟嘅 ，fix 曬啦已經。I 射唔入，落翻嚟有咩用呢？就是當我一 swing， 我食埋你個位啦。明白，我仲會有一下少少跳後咗。而且嗱，你傳統比較易翻嚟咧，就係 boom boom 兩側嘅移動下方。但係其實而家咧，你由下到上方嘅動作咧，係可以甚至咧食埋整個人個身位嘅。假設你而家咁樣 mark， 我可以 boom 食曬。一、二、过，你个膊头会过佢。我咪啱啱讲过，我哋只要呢度压到佢一半啫，佢已经 block 你唔到。嗱，记住我哋 swing 嘅时候咧，唔系咁样啊，咁样系打人啊，一定系犯规，成打交。我哋系一个山形向上 swing， 明唔明白？我哋下。上，明唔明白？系咪食晒你个位置？系啊，捐过咗就直担埋。系啊，所以我哋当你做熟咗 ，boom， 哎呀，你仲做到好多其他变化。因為我哋本身呢個動作，明白？因為你就係驚我過呢邊，你就會由我打呢邊。Swing 係好緊要。啱啱我教你另一個動作就係下上食，明唔明？甚至係 boom 兜口兜面。齋係一個 swing， 已經係打開你嘅空間，帶動你起動嘅速度，同埋保護你個波。咁真係用多，即係成日講嘅食位嘅 swing， 實戰比賽技巧必學。好啦，試一試對打內遊，睇下你做唔做到呢六點嘅swing 去食位啦。係 good try， 做得好。係啦，佢退開，你要先射。點攞波？
點樣啊？點個波啊？啊錯啊！其實都錯噶，我哋唔係咁攞波，你攞唔到波。正常佢手你一定攞唔到，你咁樣推入去啫嘛。係嘛？我今日唔講住，再講條片勁長，再嚟。停，冇咗射波。再嚟，最後一球。好，跟住到 CM， 雙手。因為咧，你一開始已經你個重心扯走咗嚟，因為你好想向前，所以咧你就係得一個嚟，你永遠都翻唔到嚟，亦都唔可以咁 swing， 就係因為你一接波已經中咗向前帶走咗嚟。即係再慢慢嚟都得噶，唔使話咁嘅啫。我見你又好快，但係唔係你係慢先，即係點解你覺得我快？前邊慢啊嘛。就是你兩個速度啊，嗰個對比，你先覺得我後面的動作好快。你前面好慢，後面咪好快。我就一直跟住你快。唔係你用核心就一定快，你用手咧快極有個譜嘅，核心咧你快好多，明唔明？你係用呢度發力，記住係呢度發力，射波係呢度發力 ，swing 係呢度發力，防守係呢度發力。係，我係好偏心嘅，我係用核心。好，準備最後一球。冇啊，帶動唔到咩啊？覺唔覺？帶動唔到，你都係重心。你啱啱跳咗啦，係咪？跳咗，重心往前，速度冇變嘅，你唔加速嘅。再睇一次，壓硬自己出去，哦，炒曬。好，到你對阿 C M 冇著數啊 ，ready， 手 ready 先，唔好你記住，你唔係跳前嘅，你一跳前就重心噶啦。唔得啦，都系重心，你見到都系用唔到核心。個人咧一起動咧就中咗落去。記住我哋起動咧，我哋起動嘅時候咧一接壓，用核心壓落去。哎呀，諗住對你有著數啲添，明唔明啊？我哋係唔係個重心帶動你，我哋再嚟多球。知你實俾我 fit 啊！好，我哋再嚟啊，波。唔得唔得，嗱你記住呢一下係咁嘅，因為咧一接啊喺你呢邊，我哋個動作第一左點左上方落右下方過，佢唔縮你過咗噶啦，佢一縮嘅時候抽翻去左上方翻嚟。所以其實個動作就是咧，當佢嗱阿豪而家企得好外嘅，所以我就用唔到啦，你只能射嘅啫。我引佢過嚟，哎呀，放炒咗添。好 ，last， 停停，个波摆低咗，所以你冇力 swing， 摆翻膊头上面先，系啊 ，good， 啊 ，good try。其實你見力量好強啊，都係睇住佢上。力量強，但係去到臨尾個運球太過用手嘅力量。好啦，試下阿豪打埋最後一球啦，睇下究竟豪攤定 CM 攤啦。停，
中咗向前啦，系咪啊？啊，系咪一接你已经冇咗射波？唔使咁急嘅 ，swing 系唔使咁急嘅。调翻转系佢越贴身越易过，因为佢埋咗你。而家就是你埋咗佢嘛，嗰、那个系佢屋企你过去，同呢个系你屋企佢过嚟，嗰、那个分别。OK。Good show 啊！OK， CM 打球，睇下 CM 攤得唔到 ？Answer， 要對，諗住射咯，真係要。哎，得啦，輸咗，冇咗個動作啊 ！OK， 好，今日完，佢抹咗右邊，我打唔到右邊。